紧接着颁发最佳动画短片，入围的有最佳动画短片陆思和、刘婉玲，白云苍狗、陈强，夏梦回、陈嘉妍、黄小杰，原本咁嘅样噶，咁神奇。幽暗小径的鬼，王登玉。禅，张晨曦。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得奖的是夏梦回、陈嘉妍、黄小杰。纯熟精彩的剪接节奏，细腻生动的角色表演，层次分明的叙事手法，以鱼喻人，映射现况困境与过往美好的遥想，在内容与技术上都高度展现出创作潜力，是一部格局大胆令人惊艳的杰作。首先我要谢谢大会，谢谢评审，还有谢谢台湾的朋友，把这个奖给我们，然后对我们的认同。然后我也谢谢全部参与这个动画创作的人，没有你们我们不会站在这里。然后我也谢谢两位非常重要的人，一位是我左手边的另外一位导演，然后是永远不会疲倦的我们的 producer Donald。我要谢谢我家人的支持，还有我用英文说几句。Thank you very much, Grace Jolie.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. Love you. And shout out to your family as well. 然后我们人不小，时间不多，下一位。我主要想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谢谢 Trey Wong 在这段时间一直支持我，也谢谢我两位好我的好排档、好兄弟，相信宇宙，拥抱世界。感谢金马奖，感谢金马奖把动画当成是电影。在我们成长的路途中，我们觉得灰暗的时候，电影陪着我们成长，让我们感受到阳光跟活着的乐趣。谢谢我们的团队。还有我们在西班牙的我的西班牙的老婆跟儿子 ，te quiero mucho, gracias。